白灵，修行20载，已入玄阶，为云州白氏第一天骄，同圣女之位。拳动如风，行云流水，不愧是我白家第一天骄。爷爷，我现在可以下山历练了吧？当然可以。爷爷啊，跟你说了一门亲事，正好你下山去见见你的未婚夫。未婚夫？啊，到底是什么样的男人？ 才配得上我白家第一天才。当然是，翻手能救天下苍生，覆手能灭万古红尘的绝世天骄。就他，长得倒是人模狗样的，他在看什么？这么认真。 这就是您给我介绍的骗骗公子啊！意外，一定是个意外。我才信！哎，灵儿，你去哪儿啊？退婚。爷爷天天让我看这些小黄书，这么有意思，还是钓鱼有乐子。 来货了！来货了！哎，哦，疼死我了！你连个垫桌脚的都不如，主人，是椅子不结实啊！真是白烦了您了！主上不要啊！掉的东西呢？ 怎么掉了一个女的？这不会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吧？算了，救人要紧。哎，土狗，我眼花了吗？竟然看到主上抱着一个女人！ 傻猫，你没看错，主人开窍了。姐，你快来，林凡背着你进屋藏娇呢。怎么还不行？该不会？ 干什么？哎，你终于醒了，感觉怎么样？没事吧？你刚刚那个动作，你想杀人灭口啊你？什么杀人灭口？小心卖傻！赶紧拿下！
再说，好啊，深藏不露是。我好了，你先放开我。这女人怎么疯疯癫癫的？不会是摔傻了吧？我刚刚昏倒也是你做的，说是怎么做的？我哪里知道你为什么会晕倒？我懂，你想和我一样废是不是？我当今四大长生家族之首，白家圣女，竟然拿几个医疗费来侮辱我！原来是个嫁不出去的剩女，我说你怎么这么……你刚刚是我大意，这次看你还怎么躲！上古四大圣兽白虎，上古四凶火麒麟，敢对主人动手！主人，我没对他出手。你干什么？我刚刚没碰你啊，是你自己打的自己。别！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。我左手没动过。救命！你喊什么呀？我求求你，你别让他吃我，我再也不打你了，我真的错了。你怕他？他是我养的小猫，很乖的，不咬人。行了，你再出去玩吧，我可喘不过气了。你先歇会儿。堂堂上古神兽白虎，在他面前就是一只乖巧的小猫。我这个未婚夫到底什么身份？哎，尝尝我亲手熬的酒粥。环绕仙气四溢，这种天材地宝是凡间能有的吗？这是给我的？哎，行了，家里就这条件，凑合凑合吃。你管这叫凑合？够了啊！你要不吃，我吃了啊！我喝，那尝尝我手艺。这种级别的天才地宝，他会随便给一个人喝？莫非朱丽多？这个我一定要喝吗？当然了，你不喝你怎么走啊？你要实在不想喝也没事。哎，你叫你家人来接你不行吗？叫我家人？你只要杀我？还要斩草除根灭我满门，此人真是好毒的心。堂堂四大长生家族圣女，就是死也连累家人。喂，说话。杀我吧！你有病啊！哎，行了，本来还以为救了个小美女，结果脑瓜子有问题。你不喝是吧？你不喝我喝。莫非是我想多了？好喝，我的修为竟然增长了。你没喝过粥吗？有那么好吃吗？好喝好喝。哎，之前啊是我误会你了，没想到你还挺大方的。这个未婚夫认了。你在说什么？我就破了。
你要恩将仇报啊！你别把我房子点着了，我你。这是我不付费能看的吗？开看！是先声明啊，我刚刚什么都没看见。白吗？白。白我什么白？我什么都不知道。都臭流氓，明明就是故意玩弄我这个貌美女羞耻。你得负责。虽然吧，我确实挺想负，但是我有未婚妻。我知道你有未婚妻啊。你不介意啊？我有什么好介意的？你虽然不介意，但这国家他也不允许啊。急呀、啊！少主，不好了，你未婚妻找上门来了。我老婆来了。啊！你还有一个未婚妻啊？我只有一个，我刚刚跟你说过了。你快躲起来，赶紧躲起来！林凡，好你个林凡，你背着我女儿在这乱搞。我没有，人能在你床上躺着？你还想狡辩？这个女的她自己从天上掉下来的，你不信？你说这话你自己信吗？我信。行了，我今天是来与你退婚的。退婚？就是退婚了，怎么着了吧？我可告诉你。我女儿现在可是被大夏第一宗紫霄宗的内门弟子，被陈庆之陈少看好，马上就会飞黄腾达。而你呢，这些年就在山里面混吃等死，就是个低下的泥腿子，怎么着了吧？现在还想野鸡喷凤凰啊？再说了，只有我苏家退你婚的份，你又有什么资格背叛我姐？不是，退婚就退婚嘛，但是你别污蔑我，我真的没有出轨，你快解释解释。你们说的没错，我的确是林先生的女人。你，我们之间无冤无仇，你为什么要污蔑我？他都已经承认了，你还想狡辩？够了，不管他承认与否，我意已决，今日退婚。不是，我什么都没做呀，我承认什么我？你是说他污蔑你？啊，林凡。你何德何能让一个女孩子牺牲自己的清白污蔑你？我，哎，退婚就退婚吧，反正我们之间也是协议，把婚书都给我。嗯，你这么着急的退婚是想跟他在一起吧？我苏云霜好歹也是云州第一美女，天之娇女，还比不上他？哎呦，我说闺女啊，你跟这么个泥腿子置什么气？他就这么个样了，最多呀也就娶个村妇，再生那么个小杂种，这辈子他也就这样了。可我那个新女婿，那可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，是不是啊？妈，你说这话那可抬举了，一个山野莽夫与陈少之间有可比性吗？不是，哎，退婚我也答应，不是好端端的为什么要骂我？为什么？你就不能拿这个小贱人来侮辱我女儿，知道吗？赶紧给我跪下，给我姐道歉。你们这般行事，未免过于霸道了。就是，退婚而已，至不至于。跟你们两个山野莽夫，还需要讲道理吗？难不成你们还敢与紫霄宗为敌？等一下，退婚是你们提的，然后我答应了，我怎么就会跟紫霄宗为敌？看来你还没有认识到我们之间的差距。你可知这是何物？你可知这是何物？白玩了您了，陆胜不要啊！封神榜居然被他捡到了。此物乃先天灵榜封神榜，可赤封众神，重开天庭。我在来与你退婚的路上捡到了此。说明上天都同意我与你退婚，并赐下神谕，让我苏家得以敕封众神，君临天下。糟了，居然是上古封神榜！相传在天地中，
凭此执掌诸天万界，众神权柄。封神榜？怎么着，小子怕了？赶紧跪下，给我闺女道歉。那个不就是我同学陆吗？有什么稀奇？居然被你们捡。封神榜是他的？难道我的未婚夫是天帝？林凡啊林凡，我没想到你能无知到这种程度。这可是上古神器，可赤峰神岭拥有无上权力。还同学陆，我看你是想用这个理由想让我姐把封神榜给你吧。就那玩意儿，垫桌脚我都嫌多余。用封神榜垫桌的，你怎么不说你自己是天帝？小王八蛋，你还敢打人？你看我们打什么？啊我的手段，发生什么了？他怎么飞那么远？皇天威如地亲临，真是天地。林凡，你想退婚就明说，你还打我妈，你是个人吗？我什么时候打过他？耍我们瞎吗？我打人了？啊，是我打的？错了，我本想与你好聚好散，但你屡次冒犯于我。现在休要怪我对你们不客气。敢对林仙是不敬，谁给你的胆？玄阶修为，难怪你如此嚣张。是他给你做靠山。林先生乃超凡脱俗之人，何须靠山？这个废物什么德行我再清楚不过，不过是山野村夫，身无所长还超凡脱俗。这位小姐，我劝你现在去看看眼睛还来得及。侮辱林先生，掌嘴打我。打就打了，如何？不过是仗着高我一个境界，真以为能随意欺压我苏云霜？我就是仗着境界比你高，随意欺辱你。不服，你打过来。萧思，子辰，现在实力不如你，但三日之后，我苏家将举办封神大典，重开天地，赤峰正神，到时候整个苏家乃至天下，都将是我苏家囊中之物。今日羞辱我的人，我必将不再身之地。我啥也没做，我什么时候羞辱你了？是吗？那我可要与林先生捧捧场了。哎，等一下，你们在吵架跟我有什么关系？你苏家老祖要是能动林先生一根汗，你算太厉害。吵架归吵架，就不要带上我好不好？好，三日后你若不来，灭你满门。折磨紫霄宗，你们死定了。喂，什么情况？什么情况啊？孩儿啊，事到如今只有你能救我们林家了。我天天就种种地浇浇花，无聊的时候钓钓鱼。我救林家，我救不了一点啊！刚刚他的话你也听到了，你要是不去的话，咱们老林家就完了。是少爷，老家主年纪大了，身体又不好。你看他随时还会咳嗽，不可能看到他受人欺负吧？行，我就姑且下去一趟，我就不相信看个热闹，他们还能欺负。这才是我的好孙子。哎，对了，这玉佩呀、是跟云州白家的联姻信物，你这次去呀、记得要把老婆带回来。林凡，逃不出我的掌心。不是，还来？刚刚上门退婚、威胁灭门的事儿，你忘了吗？这次不一样。啊，对对对，这个云州白家我熟的，
不是那种，居然服侍。少爷，老家主八九十岁了，没准哪天就嗝屁了，临死之前就等着抱曾孙呢。可我，哎呦！我努力啊，对头，凡儿啊，去吧，爷爷就等着抱曾孙子呢。不是我这，少爷，加油！哎，那个，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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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老爷，以少爷的实力，区区一个陈家就如同蝼蚁，干嘛还要哄骗他下山呢？哎，凡儿距离重登帝位只剩一步之遥，迟迟无法突破。以为是何原因？莫非是因为少爷心智淳朴，需要下山历练？欲成帝位，必有执念。我让他下山，也是希望能在他的经验中找到自己执念。哦，原来如此。开榜封神，天下服从。以后你们苏家就要问鼎天下。陈少，您客气了，您是紫霄宗内门弟子，以后我们云霜呀，还要您多多关照才是啊。好说好说，以后跟云霜就是一家，他的事情就是我的事情。好，多谢陈少。苏家气运滔天，掌管封神乃天命所归，日后我们长生四大家族也要为苏家马首是瞻了。慕容家主言重了，你这几日在我苏家忙前忙后都看得严，日后绝不会亏待你。姐，你看。林凡，这就是你昨天说的那个废物前夫和他的姘头？林凡，你还真敢来啊，当真不怕死吗？我们不来，怎么当众取走封神榜，让你们苏家得病尽失呢？这废物说封神榜是他的，你还真信？当然，封神榜乃是天降灵物，看一个废物要是有这本事，他真是这么大了还找不到老婆？一个山里来的废物土狗，一个脑子不正常的白痴，你们真是一帮。喂，你骂我就算了，白小姐也没惹你，你骂他干什么？哟，这废物还在那护老婆呢啊！你带这种女人来当众出丑，想让我苏家丢脸，这种做法未免也太低级了。啊！你不是说那封神榜是你的吗？想要当众取走，好，我倒要看看你今天能不能取走它。哦，你就说那个破玩意儿，你要这么喜欢，送你喽。哎，可别送，这么珍贵的宝贝我们苏家可受不起，你还是拿走吧。若有本事拿走，苏明绝不食言。林先生，请吧，我跟他打他们的脸。不是，我要真拿走了，这么多人不得吃了我呀。林先生，你还怕他们？我当然怕呀，我就一个人。现在知道怕了晚了，今日云州名流齐聚，关我苏家封神，你当众搅局，可知该当何罪？林先生什么身份？他能亲临，就是给你们苏家面子，才敢向他问。我就一山上来的啊，我什么身份都没有。这位小姐，她这么着急撇清关系，像是什么大人物吗？林先生游戏人家，你承认。好。那我大夏第一宗紫霄宗内门弟子才有资格向他问罪。就你啊，在林先生面前不成心。你，我苏家执掌封神，今日后便会统领大夏修仙界，平定青云。你说我苏家有没有资格向他罪？苏家可笑，林先生一个人就能护遍苏家本门。你胡说什么呢？你一人灭我苏家满门，你好大的口气！不是我说的啊，不是我说的。今日苏家封神大典，正当腾飞，双峰卖傻，是何居心？人当我苏某手里的剑不利吗？
不是，你要干什么？我苏莽给你三秒，滚过来！先祖面前磕头赔罪，我让你身首异处，万箭穿心，身首分离，万箭穿心，身首分离，万箭穿心，身首分离，万箭穿心。二，好啊，你个老贼，你太危险！哎，大姐，我求求你不要胡说了，行吗？哎呀，你怂什么呀？上啊！上什么上？我死了，你给我收尸啊！一，我跪。别墨迹，赶紧跪呀、啊！先生的天地转世，是他这一跪，苏家必得天谴。就怕林先生这一跪，你们苏家受不了，说不定呀、啊，祖坟都得炸。放肆！苏家执掌天命，众望所归，有什么了不起的？你确定？小心一会儿老祖从棺材盖里爬出来，指着你鼻子骂。哈哈哈哈！可笑！尽管跪，就算先祖归来，也会怕我苏家双儿得天之眷。林凡，快跪！别墨迹，快点跪呀、啊！知道。发生了什么？怎么感觉如此不安？似乎冥冥中有什么大劫在酝酿。阴老气息，皇皇天位，如地亲临。是天地，天地跪拜我等，这些小畜生都想让我等魂飞魄散，让苏家在三界除名啊！快，快阻止天地！这是什么？是我苏家三位老祖，老祖宗显灵啊！老祖显灵，此乃大吉。莫非我苏家要飞黄腾达了？确定是老祖宗显灵，不是老祖宗被你们吓得从棺材里蹦出来了？这我苏家老祖，还不让你好看！林凡，快跪！疯子！天道是精。哎呀，到底发生了什么？测不出来呀！我就说吧，我苏家受不了这一拜。他说的是真的。什么天道预警？分明是九天神雷，这预示着苏家老祖即将复活，马上就要飞升成仙了。天地回家，让人窒息，正是九重天劫。此乃喜事啊！恭喜苏家主！恭喜苏家主！恭喜苏家主！林凡。没想到你这一跪，竟给我苏家带来三位大仙。快，接着跪，要五体投地的跪。快，逆子穿心，不要让天地再归了。穿什么呀？滚，先吃不熟了。苏家三位老祖在向外界传递消息，这此字何解啊？老祖，不是我看不懂啊？莫非是要林凡不要再跪了？还是说苏家老祖对林凡的跪拜姿势不满意，让他好好跪？定是如此。林凡，双膝下跪，谁让你担心了？双膝，双膝个屁呀、啊！义子，你想要害死我吗？听，快让他听！行，是要林凡不要再跪了。对，就是这个。不，绝不是这个意思。那陈少的意思是，先是不，后是停。我猜，苏家老祖的意思是不要停。林凡侮辱苏家，要三跪九拜才是。定是如此。不要停，还得是陈少。不是不要停，是停。林凡，接着跪，不要停。义子，亡我苏家呀！
不要！帝君尊贵，我都无法承受啊！这又是何解啊，苏家主？这次我算是看明白了，三位老祖这是举霞飞升啊！不对吧？我看这怎么像是要四脚脚了？混账，敢臭我老祖！林凡，还不跪下叩首！祝苏家老祖登仙！祝苏家老祖登仙！祝苏家老祖登仙！祝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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老祖登仙！我命就矣！苍天必会庇佑，愿我老祖扛过此劫，飞升正道。杀千岛的孽畜，怎么成你这种小子死了？我还没有活够，我不想死啊！什么情况？看样子一定是老祖飞升成功了。苏家十三代家主苏明，恭祝老祖升仙成功。恭祝老祖飞升，恭祝老祖飞升成功，恭祝老祖飞升成功。不对吧？怎么还没死？混账！就算你死，我老祖也不会死。你家祖宗炸了！怎么可能？天线炸裂，棺材破损，你不是三位老祖飞升失败了？这还用问？棺材都炸飞了，死得透透的。我早就说了，他们呀，输不起林凡这一拜。现在下吧，下。老祖死了。林霜，三位老祖分明是飞仙成功了。你想想，如果真的是天启，那苏家其他人怎么安然无恙呢？池少言之有理，还是陈少聪慧一语道破迷津，苏家三位老祖此时定然已飞升成仙了。恭喜苏家主。为何没有半点喜悦，反而悲痛欲绝？自然是因为三位老祖飞升之后与世隔绝，再难相见。爹，你才悲从中来啊。没错，看来苏家主也是性情中人呢。哎呀，一群白痴。不好意思啊。我朋友他脑子有问题，不太正常。今日是我苏家大喜之日，不宜见血，再敢胡言乱语，休怪我翻脸无情。你才……哎，大小姐，我求求你，求求你别说话。既然我苏家先祖已登仙班，那便不耽误时间，即刻起昭告天道，开榜奉辰。其中五位是我修仙界一方巨臂，最后一位以擂台的形式选择一位年轻的翘楚。大家可有异议？无异议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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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30岁以下的修士有意愿者上前。父亲，我已突破玄阶，便上场来试。林霜，你突破玄阶了？年纪轻轻就突破玄阶，傲视同龄，不愧是百年难遇的人才。没错，只要时间足够，来日突破天界乃至成仙也未尝不可呀。区区初入玄阶有什么可骄傲的？你之前就仗着境界压我，如今我已成功破境，何敢一仗？有何不敢？还有苏玄这种家世，发挥玄界巅峰的实力根本不可能有我，看我怎么收拾你。这股气势玄界巅峰？怎么可能？苏小姐年纪轻轻，玄界巅峰的事，风云大典，苏小姐必一举夺魁啊！提前预祝苏小姐夺魁，
受封神职。国王，我专门在请安了。少加点境界。还手啊！三天前压制我的时候，不是很嚣张吗？你颜色瞧瞧，还真当我好欺负。身上气势变弱了。阵法被破了，姐。我闯祸了，有病啊，没事碰他干嘛？这不是我干的，这棋自己抓着倒了。好啊，我说你怎么实力提升这么快，是用阵法作弊。胡说，我没有证据在面前了，还敢狡辩？你多亏林先生目光如炬破了你的阵法。不怪你。我做什么？装模作样。他杀了我女儿吗？女儿堂堂正正是我女儿，奉先把名额拿去便是。不该跟这小畜生狼狈为奸。他的聚灵阵法，你们这是在挑衅我？聚灵阵法是什么东西？还在装？我真的什么也没干。不管你是真不知道还是假不知道，现在上来与我一战。我若不上来，我就打死他。明叔竟然敢挑衅林先生！你这是无命！哎呦，好疼啊！哎呦，我还没动手呢！哎、好强的一招！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献祭功法——焚天遍地的魔山无影脚？你在说什么乱七八糟的？打得好，狠狠地打死他！没想到苏家主还会失传已久的献祭功法呀！眼睁睁看着自己拼命被打，却没半点反应。林凡，你可真是个窝囊废。哎呦，林先生，我没事，你不用管我，你快走，我还能坚持。住手！住手！哎呦！丢人现眼的玩意儿，就这还绝世高手，哗众取宠。林先生，他以大欺小，可一定要替我好好教训一下这个老登。你不是受重伤了吗？对，我是受重伤。林先生，你可一定要替我报仇啊！我先自己吧。我警告你别过来啊！我练过了。刚才发生了什么？我刚刚看到一口金钟，难道是什么异宝？你们神神叨叨在那说什么呢？哎，大哥，你怎么躺下了？你没事吧？你别过来啊！光天化日之下，难道是想杀了宋某不成？我没想杀你啊！还装，难怪你有恃无恐，原来是身怀异宝，暗中偷袭。小子，我真是歹，赶紧把异宝交出来，否则别怪我们空手无情。什么异宝？你们在说什么东西？我什么都没干啊！
哦，折钱是吧？啊，够了吧？侮辱我！哎呀，都给你，行了吧？小丑，别以为手握异宝，我苏武就拿你没办法。现在就登台祭天，开榜封神，率领诸天众神灭你全族。不是，等等啊，我们捋一下，就刚才。去！哎，苏家家主苏明幸得封神金榜，今起天道与开榜封神，重立天庭，望天道恩准。望天道恩准。真的是主上七夕，他来接我了。什么？竟然自动颤抖？天命所归啊！应该是了，父亲，先行封神吧。至于这废物，等仪式结束后再杀不迟。我怎么落在这废物手里了？自然是因为封神榜感受到了林先生的气息，所以特来拜访。胡言乱语，搬弄是非，林凡这个废物太配跪拜，分明就是封神榜感受到了三位老祖飞升时的气息。原来如此啊，苏家先飞升，三位老祖又得封神榜，真乃天命所归呀、啊、我苏家有上天的眷顾，必成大器。林凡，赶紧把封神榜给我们拿过来，别用你的脏手玷污了我苏家的天灵榜。封神榜明明是林先生的，什么时候成你苏家的了？众目睽睽之下还敢抵赖？你确定这封神榜是他的？我什么时候说这是我的了？好啊，林先生叫封神榜必然答应。你疯了？那你让他叫，如果不叫的话，我打断一条腿。叫就叫，我是硬了又如何？如果他答应你，我见你一次我跪一次。我也是。叫啊，哗众取宠的废物，看你怎么说。有没有人听我说句话？林先生叫，知道谁才是封神榜真正的主人。这都没有人听我说话吗？林先生你叫一下嘛。我真是服了。封神榜，封神榜，你看我就说不可能答应的嘛。你居然动了，是吧？真的能听到他的号令？看到，我不信。这是在对他作揖叩拜，以他为主。正如这个野女人所说，林凡是封神榜的主人。林先生一言，封神榜便叩首认主。现在你们还有什么好说的？苏子成姓之，速速跪下，求道歉。你不会真的以为封神榜跪拜的是林凡吧？事实都摆在面前了，还在狡辩啊？狡辩？我是在拆穿你的谎言。陈少，您的意思是？陈少的意思是，莫非是他在洗诈？没错，此女心机深沉，还好我心思缜密，差点要被他骗过去。诸位请看，林凡所站的位置有何不同？陈少，这没什么不同啊。这林凡所站的位置正是三位老祖飞升之地，上面还残留着飞升的信息。你是说封神榜正是感应到了上界的气息，在此恭送三位老祖，这件事情至始至终跟林凡这个废物都没有任何关系。原来如此，封神榜拜的人是我苏家三位老祖。还好陈少会有一句，林凡你还真能装。事实都摆在面前了呀，你们不信那随便说两句话你们就信，还真是可惜。父亲，吉时已到，我们先去封神吧。奉天道敕命，封东海慕容家家主慕容成为三山正神秉灵宫之职，巡查人间善恶。慕容家主上殿留名吧。恭喜慕容家家主。神榜天赐自有真理，一经允许随意篡改，你这不是福缘，是在杀人。封苏家得封神榜，得天神垂青，十方神灵名正言顺。慕容家主，我奉劝你一句，随意篡改神旨有违天命，轻则受伤，重则半残。你不愧是觊觎这封神之位，想吓退几个竞争对手，好趁虚而入吧。你打伤我姐，
这名额就算是空着也不会给你。小丫头看好了，老夫今日就当着你的面金榜题名，立地成神。预审失败，这怎么可能？莫非他说的是真的？封神榜真灵夺回了封神？我早就说过了，天不信。这不对啊，天道明明已经恩准我苏家封神，为何又驳回？好了，诸位，不要把事情想得这么复杂。神位那是天庭的颜面，必然有其标准。慕容家主封神失败，很明显是他的天资尚浅，难当神位。陈少言之有理，天地之位名额有限，自然是优中选优。这么一说，那苏明便明白了，我们苏家只有举荐权，而是最后的认定权，还得看天道。原来如此，看来老夫与这神位无缘呐。下一位谁来？父亲，这封神第二人由我来吧。双儿，你有这份魄力，不愧是我苏家的天骄。我说过了，封神榜乃林先生所有，他不同意你们谁来都不行。你放屁，封神榜乃天赐我苏家，跟这个姓林的废物没有半点关系。不错，双儿年纪轻轻就突破了玄阶，此番必然能够成功封神。神榜天赐笼罩其身，机缘浩大，区区封神不在话下。苏家家主苏明，天启天道。苏家长女苏云霜，天资卓越，福缘深厚，可封我得幸君，统领我部正神。睁大你的狗眼，看清楚，我苏云霜是如何封神，一步登天的。看到没有，我就说我姐可以的。云霜姐，这不可能，我苏云霜受天道眷顾，乃天之娇女，注定是整个时代的女主角，受万人敬仰，怎么可能会封神失败？这有可能是神智不对。不错，我姐乃天命之女，区区火德星君这么高，当封帝位。帝位？对，父亲一定是这样，快封我为帝。双儿，帝位尊崇，这样会不会太冒险了？不是，你连星君之位你都没法弄，你还想敕封帝位？你是真想死啊？我苏云霜乃天之娇女，这地位我不配当，还有谁配当？天启天道，封苏家长女苏云霜为东天北极紫薇大帝，天道恩准。这是飞升雷劫，这是双儿。他没有天命，又为何赐我封神榜？你们苏家得罪了天地，还想敕封为神？真是天地，你苏家何时得罪过天地？你们亲自上门退了天地的婚，还随意辱骂天地，你说还没有罪？你是说他是天地？我开玩笑也要有个限度，天地乃三界共主，神威无双，他从头到脚哪一点有当天帝的资格？他不过是被我苏家赶出去的废物，他要是天帝，我苏子辰到底吃屎。跳梁小丑也敢大言不惭。苏家主，我看都是因为这两个人屡次扰乱封神大典，之所以封神失败，都是因为天道责怪他们二人。我建议苏家主赶紧出手把他们赶出云州。断手断脚，逐出云州。逐出云州，逐出云州，逐出云州。等等，大家都先别冲动，我这朋友呢，他脑子确实有点问题，我们不是故意的，我们马上走，马上走。哎，走什么呀？你是天地本尊，你怕他们？什么天地？我说了，我就是一个普普通通从山上下来的，你能不能别捣乱了？赶紧走吧。想走？走那么容易吗？
不是你赶我们走的吗？我给你两个选择，第一，被断手断脚之后把你赶出去，第二，上前去祈祷，如果成功了便放你离场。不错，你刚才不是口口声声称自己是天帝，要么向前踢地留名，否则苏家定不饶你。慕容家负义，负义，负义，喂，你们想害死我？我刚才都亲眼看清楚了，这上去的人全都被弹飞了，就是逼你去，你能怎么样？好啊，我答应了。啊？喂，林先生，上台封神。正如这个野女人所说，林凡真是天帝。绝不可能，他一个低贱的泥腿子，怎么可能是至高无上的天帝至尊？一定有蹊跷。我明白了，一定是因为林凡只是个肉体凡胎，他只是个凡人，封神榜愿徒增业力，所以他才会相安无事。如果他再敢往前一步，必死无疑。有道理啊，陈少无愧萧宗弟子，见多识广啊。算你有自知之明。等等，万年过去了，天地终于归来了。天地归来，开榜封神。今日讲法结束，贫道要迎接天地归来。天地归来，赤峰真神。小天，别吃，随我迎接天地。速随本仙子迎接天地。是。我跟你无冤无仇的，你为什么要害我？我哪有害你啊？我是在让你看不起你的女人面前，找回尊严。那封神榜你也看到了，威力那么大，你不能让我去死吗？你不是说胡学禄吗？他只是长得像胡学禄。哎呀，可是他……你去试一下你就知道了，你怎么不试一点？哎呀，磨磨蹭蹭干什么？快点！我只给你们十秒，要不然后果你知道。林凡，你最好能证明自己，别让我失望了。快去！自寻死路，你就等着给他收尸吧。不行啊！这怎么可能？他竟然没事儿！我说封神榜产生异响，是因为林先生迷信。我说封神榜叩首认主也是林先生，还是不行。我说这世间只有一人能开启封神榜，那也是林先生，还是不行。如今事实摆在眼前了，你们信不信啊？当当当！你说啥了？我自省完了，好看吗？你留名成功了，还有了这个贱女人的名字。你妈谁是贱人呢？怎么可能呢？为什么？天道只有苏家惩罚。这是我的名字，难道皇帝就成神了？开什么玩笑！他一个废物留的名字，怎么配用在封神榜上？这是要封神了？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孔如洛，如此熟悉，熟悉，真熟悉了。刚才林霜封神的时候就是这样，你根本就不认识我封神，这是天罚！天罚？不会吧！哈哈哈哈！你死定了！这场面可比刚才我姐的场面还要大。小贱，死得好！那现在怎么办啊？我就写个名字，我也没想到弄得这么大。德不配位，必遭天殃。趁天罚未落，赶紧想好遗言吧。下辈子擦亮眼睛，离这个废物远点。不会的，林凡是天地转世，我亲自提名，绝对不会是天罚，那必然是封神啊！放屁！
你怎么可能分不清天罚？你说和一个死有什么好争辩？我们马上就要灰飞烟灭。对，陈少说的对，云密法电闪雷鸣，天命将至，活不过三秒。完了，我不会要被雷劈死了吧？见过天地，好强的灵药！封神榜没想到真的把神将给招来了。他们不会真是来给那个贱女人赐封的吧？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在封神榜上提名的人是谁？神仙这么严肃，看来这个林凡是触犯天条了，要被重罚了。仙子，我知道是谁，是这个废物扰乱天条，擅自封神。你说什么？仙子，我说是这个废物扰乱天。仙云姐姐，我，再敢放肆，本真君现在就要你魂飞魄散。那个是我不小心写上去的，我不是故意的，你别为难他，要罚罚我吧。天帝在说什么？我怎么听不懂啊？让我们惩罚他，他可是天界之主啊，谁敢对他不敬？难道天帝尚在轮回之中，还尚未恢复记忆？很有可能。既然如此，我们还是不要过多的干扰他们了。那不白来了吗？白灵上前听令。白灵见过三位仙人。谨遵帝命，封白灵为北极中天紫薇大帝，让周天星斗劫制鬼神，钦此。白灵，还不上前迎风。白灵迎风。这玩意儿也是假的，快拿！这明明是我的，都是我的，封神榜是我的，这大帝之位是我的，都是我的。疯疯癫癫，成何体统？我成何体统？明明是你们这些神仙，老子还不自知？姐，冷静点。他们可都是神仙啊！滚开！这封神榜是天帝亲自赐我，是我苏家的造化，居然将属于我的大帝之位给了这个贱人，就不怕天帝知道了，亲自降你们的罪吗？什么？你说封神榜是天帝赐给你？自然，我苏家得天帝赏识，气运所中，这大帝之位本应该就是我的。啊！胡说！这天帝之位明明是林先生赐给我的，我就是不小心写上去的，跟我没关系。什么反替林先生？我在这里说天帝，却跟我说这个一样的废物东西。污言秽语，找打！下界凡人，你们有眼无珠。封神事了，九流无异，我等也该回了。哎，等等。哎，你们都是他请来的啊？哦，我的意思是，你们多少钱一点？1000，这么贵？算了。天帝似乎脑子不太清楚。轮回转世神难免会遇到一些什么问题。这是怎么回事？慕容家主，这是要去哪儿？尿急，小姐。不，腹痛，大姐。哎呦，看你这样子很着急吧？是不是要喷出来了？是是是，白小姐，你若无事，我就先回去了。给我憋着！我刚刚好像听见有人说要把我断手断脚，逐出云城啊！这是谁说的呢？慕容家主可有印象？这个。
刚刚是老夫莽撞了，还请帝君恕罪呀、啊。事不如人，先低头。请帝君恕罪。你还挺能装啊。装什么呀？想我都知道。奇怪。哎呦，苏小姐，你刚刚不是挺狂的吗？怎么也跟着跪下了？一位，先到我苏室坐一会儿吧。走错了吗？什么走错了？这明明就是我苏家。这是三家？假的。谁能告诉我，好好的一个家呢？怎么会这样？大爷爷，是我愧对你们。到底是谁毁了我苏家不说，还砸了我苏家几位先祖的名牌？让我知道，我绝不会放过他们。苏家主，老夫对卜卦一道略有精通，不然让老夫给你卜一卦。既然这样，那就有劳慕容家主。若能找到幕后黑手，我苏家必有重谢。不必客气，这铜钱卜啊，准确性极高，就是神仙干的，也能得到启示。不愧是慕容家主。那就有劳慕容家主了。这人心管闲事。天帝，之前都是我的错。你的错？苏家大小姐可是得天之眷的人，怎么可能有错呢？哎呀，我呢还是喜欢你刚才那副桀骜不驯的样子。要不然回复一下。帝君，千错万错都是我苏家错，请您放过小女。放过你？可以。不过呀，你们得记住啊，以后你们苏家所有人见到我和林先生必须屈膝俯首退避三舍，记住没？记住了。大点声。记住了。行吧，这还差不多。赶紧走赶紧走，别被他们发现了。发现什么？发现那些人都是你请来的啊。一天一天，真舍得花钱。什么一天一天啊？你那些不都是你请来的群演吗？你别跟我装了。哦对，你赶紧带我去找白家大小姐。见白家大小姐啊？不是你答应我的吗？她现在不会还没发现我是白家大小姐吧？我陪你闯了那么大的祸，差点被雷劈啊！你不会反悔了吧？没有没有，怎么可能？那就好，往那走。你就这样去，一件礼物也不带？怎么还得准备点瓜子花生呀？你不怕人家把你赶出来啊？是，那我回家收拾收拾。这样吧，明天呢，白家大小姐举办择婿宴，你呢回去好好准备准备，到时候我给你发地址，直接过来。哦，这是有高人在遮掩天机呀、啊！别慌，老夫还有一招，这是铜勺卜，虽然没那么精确，但专门对应那些破天机屏蔽的情况，这勺柄对准的方向，对方就在那里。辛苦慕容家主。屏蔽天机又如何？对方定然不知我们还有慕容家主这样的精通卜卦的强援。哎，这不算，起来，咱俩换换位置。哎，再来！姐，难道是你干的？你脑子进水了！敢问慕容家主，这是何意？哦，我懂了，这苏家崩塌真的跟云霜有关。我？姐，我就说是你。霜儿，诸位别急，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苏家崩塌的真正原因是因为老祖发怒。老祖发怒？你们不会真的以为那三位天仙是林凡那个废物叫来的吗？不是他，还有谁？自然是苏家的三位老祖啊。什么？三位老祖
飞身成仙，直达天庭，定还是他们沟通天仙下来给苏家封神位，只不过被林凡跟那个剑夺去了，所以说三位老祖能不生气吗？什么？竟是如此！你是说这封神之位本应该就是我的？自然。庶子，夺我苏家气运，我与你不共戴天！凡白灵夺我封神之位，我你不得好死！那是什么？飞闪烁，帝君归位，这是是什么？紫薇帝君回归天庭了，这不可能啊！才刚刚衔接，离天庭还远着呢，更别提成仙了。他现在根本不可能飞升。所以说，他那紫薇帝君也是假的，天仙亲封，假不了。如今归位，很有可能是因为天仙察觉封错了人，出手讨回仙位。原来如此，林凡、白灵。如果不是你们从中搅局，苏云霜何至于此？我苏家何至于此？云霜，不急，既然苏家能够得到天地的赏赐，失去的一定能够加倍的补偿回来。至于那里，哼，我紫霄宗弟子李霄师兄即将出山，我跟他关系不错，只要我一开口，一定能够让那两个人难逃一死。紫霄宗当年随天地征战四方，其门内首席弟子地位尊崇，若有李少出手，他们两人定难逃活路。没错，苏家主不必担心，这是你家的，逃不了。小神见过紫霄帝君。是你？你怎么在这儿？帝君虽修得封神位，但目前修为较低，难以承受地位，还会受伤。现在暂时收回地位，等帝君飞升成仙之后自然归位。真的假的？你不会唬我的吧？您乃天地亲封的帝君，三界内外谁敢骗你？行，那就依你。小神，别给我打点。臭猫，随地大小便，别让我逮住你。少主，和白家的婚事谈妥了没有？白家要弄什么招婿宴，我想着准备准备什么礼物，明天就去吧。少主受累了，礼物就交给我吧。什么东西啊？少爷，我办事你还不放心吗？你就把这个放心的拿过去，一定能力压全场，亮瞎那帮人的狗眼。哦，谢了。金紫霄宗第63代传人李霄，特献上十株圣薄荷草，望白虎大人赐我渡劫金丹。你们人类口味真重，猫屎还当成宝。白虎大人，请赐予我一些渡劫金丹吧。谢白虎大人，谢白虎大人。这热的，这是刚出炉的呀。这臭味，错不了，错不了，这是顶级的金丹，让人增加百年修为，要登上天阶，指日可待啊！哈哈哈哈哈哈！灵儿，明日李少可就是你的未婚夫了，你也不知道坐过去亲近亲近。
爸，我有心上人了。什么？那李少爷是紫霞宗首席大弟子，实力高强，地位尊崇，谁能比得上他？是爷爷给我介绍的未婚夫，他叫林凡。什么？你胡闹！那个臭小子不过就是个凡人，拿什么跟李少比啊？你怎么好赖不接人？白灵，你瞧不上我也就算了，你也得找个差不多点的。一介凡人，你是在羞辱我吗？灵，李少道歉，快点道歉。我不。哦，婚姻大事，由不得你在这里胡闹。都消消气，都消消气啊。这明日择婿宴上，那林凡啊肯定会参加的，我们到时候再决定，不迟。好，那就明日择婿宴上见分晓。哎，白灵，没有你先天至阴圣体，我如何渡劫成仙？想逃出我的手掌心，绝对不可能。完了完了，睡过头了。哎哎，哪儿来的乞丐？今天的馒头发完了，明天再来。乞丐？有这么帅的乞丐吗？一身地摊货还贴两个破袋子，不是乞丐是什么？赶紧滚，别逼我们动手。哎哎，我呢是来找你白家大小姐。你不会是想说我家大小姐是你未婚妻吧？你怎么知道？你是今天第25个，不对，第26个这么说的人了。我跟他们不一样。来，看到了吗？这可是跟你们家大小姐定情信物。巧了，今天来的人手里都有信物。你是自己滚呢，还是我帮你？白家大小姐到底有多少？大胆，你敢羞辱我家小姐！喂，等等，通融一下吧，我真的是李家小姐的未婚夫。10块钱，真够大的。还好还好，我进去了啊。10块钱，老子早饭都不够，还想进门？进个屁！给我打！住手！苏小姐，沈少，你们认识啊？认识。原来是苏小姐的朋友，这不大水冲了龙王庙吗？认识不代表是朋友。你身边那个贱女人呢？好端端的骂我干什么？骂你，你们狼狈为奸，抢走了我紫薇帝君之位，我恨不得杀了你。啊，封神假的这么明显，他还当真了。你要真的介意，明天我给你摆一桌，给你封个王母娘娘什么的。喂，你当王母娘娘是路边的大白菜，想封就封啊。耍我，保安还愣着干嘛？我把他拿下。老大，你敢惹陈少和苏小姐，10年都不够你活的。对，你下辈子眼睛放亮点。我警告你们，你们持械杀人是最高会判死刑的，你们这么年轻，不要走到犯罪的道路上。这么远，岂敢在白家的地盘闹事？睁开你的眼睛，看清楚，是谁？白家大小姐，你是白家大小姐啊？当然了。什么白家大小姐？她就是个脑子有问题的白痴。贱人，夺我神位不说，还敢冒充白家大小姐，你是嫌自己活得太长了吧？我夺了你的神位，众目睽睽之下，还想抵赖？我紫霄宗首席弟子李霄师兄已经出山，今日便是要迎娶白家大小姐。要是让他知道你冒充白家大小姐，你死定了。娶白家大小姐，这人怎么好抢老婆？我都看不上的废物，还想娶白家大小姐？你们两个还真是天作之合，一个疯子冒充白家大小姐，一个傻说白家大小姐是你的未婚妻。我看啊，你们就别进去，干脆在这把婚给结了吧。我是不是白家大小姐？说了不算，告诉他俩，我是不是白家大小姐？报告主管，这里有人冒充大小姐。不是你新来的呀，连我你都不认识啊？你还装啊你？白家的守卫都说你是冒充的了。我看他呀，是不见棺材不落泪。是谁这么大胆子，敢冒充大小姐？主管，就是他！你这个贱人竟然！
白家家主令大小姐，你们两个还不跪下！大小姐，大小姐，对不起，大小姐，对不起，是我们有眼无珠。滚！疯女人，你从哪偷来的白家家主令？再敢出言不逊，下次直接废了你！走。哼！她真的是白家大小姐。这令牌谁都能拿，并不能证明身份。可是，若她真是白大小姐，怎么可能轻易放过我们？我看这令牌一定是她偷的，所以他们心虚。言之有理。所以你是白家大小姐啊？不像吗？嗯。其实呢，那个令牌是我偷的。我就说你不是吧？你偷的？嗯。这得给人送回去啊，你偷的。知道了。哎呀，知道啦。你不能偷东西啊。我知道了。送回去。好了，去吧。不愧是紫霄宗首席弟子，果然超凡脱俗，我等以后还要李少爷多多关照。哎，慕容家主客气了，听闻前几日苏家封神，封了一尊帝位，不知近日可否有人相见？什么地位啊，都是假的，我们所有人都被骗了。这两个胆大包天的人冒名顶替，夺走了苏家大小姐的机缘。李少，就是他。这小子干着啥里啥气的，这种人怎么抢走的封神机缘啊？师兄，这小子不仅抢了封神机缘，而且还敢抢你的未婚妻呢。区区一个废物也敢吵嚷着跟您抢女人，简直是在侮辱您。他哪来的胆子？请师兄出手收拾这个废物。没错，请李少出手给这废物点颜色瞧瞧。你就是口口声声说要娶白家大小姐的林凡？是啊，怎么了？体内毫无灵气，就是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废物。提这种垃圾，你当这是垃圾场吗？不是，好端端的，我又没惹你，骂我干什么？还要打你呢？哎，住手！白清月，难道要为了这个废物与我为敌吗？是他，李少。来者是客，你话不能好好说，非要动手。琼玉仙子，这小子不仅得罪了苏家，而且还得罪了李少，可不算什么客人。云州白家乃上古四大长生家族之一，地位超然，这废物身卑未见，还口口声声说要娶白家大小姐，简直是把你白家的面子放在地上踩。看到了吗，废物，这是你该待的地方，趁我动手之前赶紧滚出去。滚出去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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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滚！大家都是人，凭什么你们能进我就不能进？就凭李少是紫霄宗首席，而你只不过是连老婆都娶不到的垃圾。就凭你得罪了我们苏家，再敢执迷不悟，你横死街头。就凭我能为白姑娘送上天价彩礼，而你就拿两袋垃圾。让我看看灵儿的未婚夫到底如何。我办事你还不放心吗？你就把这个放心的拿过去，一定能力压全场，亮瞎那帮人的狗眼。垃圾，这可是无价之物，亮瞎你们的狗眼。垃圾，这可是无价之宝，亮瞎你们的狗眼。你，老王怎么给我装了两个破铜烂铁？还有这个墨是从哪儿来的？来呀，把你的无价之宝拿出来给我们看看。他能有什么无价之宝？看他这样子，估计连拿出来都不好意思。两袋垃圾有什么好看的？秋叶，为了这一点，我特地备上重礼。此物的价值绝非金钱所能衡量，就是翻遍整个云州都找不到与它价值同等的灵气，能够直接提升至三成，
这必定是凡间难得一见的顶级仙针呢。这不愧是李少，这一出手就是顶级至宝。师兄，到底是什么宝贝？拿出来给我们看看。是。这怎么一股臭味？那这不是？这是何物啊？我也从未见过如此形状的天才地宝。此物乃是渡劫金丹。渡劫金丹？这不是我家猫拉的屎吗？什么猫屎？没见过世面的，这明明是能让人增加百年修为的渡劫金丹。目光短浅，粗鄙不堪。李少是何等身份的人呢？送礼能送猫屎吗？就是，看着澎湃的灵气，形体圆润，一看就是上等的丹药。这怎么跟我家猫屎长得一模一样？难登大雅之堂的东西，还不快给我住嘴！伯父，兄弟，不如你们先服用，试试功效。试试。这味道。是有些臭味哈。那猫屎它能不臭吗？白家主，我知道这味儿，这个叫做丹臭。这丹臭又是怎么一回事啊？是啊，慕容先生，你给我等解释解释。这越是珍贵的灵丹，越需要天才地宝就越多。所谓丹臭，是在炼丹时完全发挥了所有药材的功效，多种气味混合起来，虽然臭不可闻，但往往这种丹药功效也是极强的。哦，原来如此啊。还是慕容兄见多识广啊。嗯，又酸又涩，这味道还真是有股奇特的味道啊。师兄。既为同门，我也不好小气。不如二位就服用一粒吧。谢谢师兄。感觉如何？虽然看起来像猫屎，这闻起来也像猫屎，这吃起来嘛也像猫屎，但是仅仅半粒下去，我浑身充满了力量，你得像五十年不休啊！不错，多谢李少赠丹之恩。你们要是这么喜欢的话，我这今早刚好有一袋猫屎没丢，各位给你们尝尝。你敢带猫屎过来赴宴，你这是侮辱白家，侮辱李少！林凡，一而再，再而三的对我白家不敬，对李少不敬，怎么，你真以为我白家好欺负吗？我没有侮辱你们，我正在给你们送礼呢。送礼？送猫屎？不是你们说的，你们喜欢吃这个东西，跟吃金丹一样。给你们尝尝这些。这渡劫神丹是我师兄亲自向四大圣兽之一的白虎大人求来的。以他紫霄宗首席的身份，也不过区区几粒，你说我一模一样，是把我们当傻子耍吗？刚才是你们自己吃了猫屎，你们自己不信，现在我告诉你们这个事，你们还是不信。那现在袋子在你手里，你自己尝尝不就知道了。这万一里面真的是猫屎，岂不是污了我等的眼睛？刚才你们吃了好多颗，我这就毁了他。喂，住手！是你，李少，就是这个贱女人和林凡狼狈为奸，夺我苏家封神契约。师兄，这个女人冒充白家大小姐，一定要出手，我教训一下她。说过，管好你的嘴。师兄，这师弟呀、啊，你说她冒充白家大小姐？哎，是啊，我白家大小姐何须冒充啊？什么？她是白家大小姐，你就是我未婚妻，我就是你心心念慕的白家大小姐兰陵。那你怎么不早说呀、啊？你也没早问。我行了。白灵，你干什么？我信我未婚夫，你管着吗？胡闹！平日里不服管教也就算了，今天可由不得你在这里放肆。一个低贱的乡野村夫。泽旭宴上
装傻充愣，哗众取宠，如何配得上做你的夫婿？灵儿，快过来跟李少道歉。我不，这是爷爷给我挑的未婚夫，我嫁定了。爷爷那里我去说，告诉你，我白青的女儿绝不允许和这种货色纠缠。白家主所言非虚，白小姐，你一定是被这小子给诓弄了，他根本就是一无是处，配不上你。特地向白虎大人求了四枚冻结金丹呢，是这个废物一辈子都拿不出来的天才地宝，谁能给你更好的未来？这已经很清楚了吧？什么金丹？不就是猫屎吗？女儿，他连猫屎和金丹都分不清，你还要一意孤行吗？我相信林凡，就算这袋子里面真是猫屎，那一定是堪比金丹的猫屎。若不是呢？那任凭你处置。好，那我就让你彻底死心。啊！色泽圆润，灵气迷人，这与我刚才看着一模一样。这都是金丹呐，家。是啊，这么多金丹，咱们白家发了。是啊，哎呀，怎么可能？这个废物怎么可能拿出这么多的金丹？哦。哦，林先生，你是一尊大佛呀？你管这玩意儿叫猫屎？它就是我家猫刚拉的，昨天刚产的，贼新鲜。哦，是那只圣兽白虎拉的。我住手！住手！住手！这个都是我白家的啊，不许抢，别抢！别抢啊！如果你们真的这么喜欢吃，我下次给你们多产点。败家，真是败家，这么好的东西怎么能给外人呢？真是眼光独到，得此家婿，何愁我们白家未来不兴盛啊。是啊，真好。不可能，你到底是什么人？天爷，老朽真是糊涂至极啊，好几次都冲撞了林先生，还望林先生您不要介意啊。李潇，你刚刚自己说的，任凭我们处置。任凭处置？哈哈哈，可笑！金丹是真不假，就不信这个泥腿子能拿得出这么多金丹，都被他给骗了。李少，你什么意思？你们不动动脑子，这个废物一没家世，二没修为，怎么可能拿得出这么多金丹？不出我所料的话，一定是从白虎大人的府里偷来的，所以他才不用金丹二字。他用猫屎来代替，如今用金丹是为了祸水东引，让我们所有人都成为偷金丹的贼。完了完了，如果白虎大人出手，那咱们白家完了呀。李少，我可一颗都没吃，一定要给我作证啊。李少，还有我也没吃啊。放心，我一定会为慕容家主还有东方家主美。至于白家嘛，李少，还请您高抬贵手啊。灵儿，还不赶紧过来跟李少道歉。是啊，灵儿，听娘一句劝，不要一意孤行，害了白家。我不。混账，你想气死我吗你？大哥，仅凭李潇的一面之词就断定林先生偷了金丹，这未免有些太武断了。我师兄说的话还能有假吗？我怎么就偷东西啊？明明就是我家猫拉的屎，你们说话要负责任的吗？装聋作哑，这金丹不是你偷的，还能是谁？别人不了解你，我还不知道。你为了入赘白家，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。想入赘我白家，癞蛤蟆想吃天鹅肉，白日做梦。妈，林凡不会入赘我们白家，更何况这金丹肯定不是他偷的。哦，那你可有证据？没有的事儿，何须证据？那不还是偷的吗？林凡连礼物都没拿出来呢，说是他这份礼物的价值比金丹还要稀有，就能证明金丹并非他偷。金丹可增加100年的修为，是天下一等一的。你一介凡夫俗子，怎么可能拿得出比他更珍贵的宝贝？简直是滑天下之大稽。那你就睁大你的狗眼瞧好了。林凡，拿出来。拿不出来，我把东西弄错了。弄错了？啥？这个礼物拿不出手。你确定你这个礼物是王管家给你装好的？就是他坑死我了，那就没错，他靠谱啊！拿吧。啥？怎么拿不出来了？怕丢人？
他那垃圾袋里不会真的是他捡的矿泉水瓶吧？啊、我看不要拿了，李少，白家主，赶紧趁早废了这个废物，以平息白虎大人的怒。有道理，白娘，让开！不拿，那我可就出手了。哎这是什么宝贝啊？都说了就是两个破铜烂铁，他装错了。这就是你为泽虚院准备的大礼，一个锈迹斑斑的方向盘，一个破铜，两个东西加起来不如金丹万分之一的珍贵。你是捡破烂的吗？什么破烂？这个就是无价珍宝。哦，请问白小姐，这是什么珍宝？这，哎呀，白小姐，你别被这个废物给骗了，这不过是两个锈迹斑斑的垃圾，放到世俗里面都卖不了几个钱，那是什么宝贝啊？上面还沾着土呢，一看就是他从自家祖坟里刨出来的，还敢拿来择婿宴，这不是糊弄你吗？混账！除了白虎大人的金丹暂不提，拿给死人上供的东西来我白家，你还这样的袒护他，你想气死我吗你？我不管，反正总之林凡拿出的东西就是宝贝。你，白小姐，这可是死人用的东西，你也不嫌晦气，我现在就把这垃圾丢出去。陈胜，等等，万一这里面真的有什么东西？就这个垃圾还能拿出比金丹还珍贵的东西？垃圾就该回到垃圾的地方去。住手！你们这都是干什么？白老家主，这里混进来一个弄虚作假的废物，我们正准备出手教训他。何人如此大胆？李先生，白灵，李先生大驾光临，你怎么不通知爷爷一声啊？怠慢了，实在是怠慢了。您别客气，叫我小林。白家主，你为什么要对这个废物这么客气呢？不错，白老家主，这个废物偷了白虎大人的金丹，还拿这些破铜烂铁，这是在侮辱您白家呀！你说他是罪人？没错，这就是他从墓葬里带出来的陪葬品。滚开！你说什么？滚开！你说就是他们，就是他们！白大老爷，您就别管这破烂玩意儿了，免得惹上晦气，我来帮您扔掉。闭嘴！有眼无珠的东西，你说它是垃圾？爷爷，莫非这两样东西有什么玄机？怎么可能？白老爷子，你是不是看错了？你记住，这就是给死人陪葬的垃圾，您怎么还研究起来了呢？对呀，您老碰多了这玩意儿，万一沾上了湿气，那可就不妙了。对呀，爸，白灵那丫头年龄小，被那个废物坑骗，那是情有可原。您老怎么也老糊涂了？蠢货，睁开你的狗眼看清楚了。啊，这咋还有铃声呢？这两个废铜烂铁合起来，真成宝贝不成？师兄，这底下还发亮吗？爸，这到底怎么回事啊？可是极道地兵，天地玲珑塔，天地玄黄玲珑塔。这到底有何奇妙之处？我怎么从来没有听说过？我也是在一本古籍上看的。据闻玲珑宝塔乃是天地所属至宝，一塔九层，层层有金灵，一响风云起，二响山河动，三响天地变。我爷爷，这九名之响是什么？可斩妖魔，镇仙神。这光芒竟然是天道圣光，就算天阶境界修士也难以抵挡。气息浩瀚无比，威压堪比仙人之境啊！那岂不是有此至宝，
天下无敌了。话虽如此，但极道地兵唯有在天地之中才能发挥出他的全部威力，我等修士只能发挥出几万分之一的力量。不，这不可能，这破铜烂铁怎么可能是极道地兵呢？极道地兵林凡，你到底是什么身份？我姓林明凡啊。我问的不是你的名字，是你的身份。哦，白家女婿啊。好，太好了，我们白家有了这玲珑塔，哎呀，算是我们高攀了呀。是啊是啊，灵儿，等着择婿宴过了之后，你和林凡就把证领了吧。这也太快了吧。不快不快，林先生您和白小姐是郎才女貌，天作之合，怎么能快呢？对对对，慕容家主所言甚是啊。林先生一表人才啊。哎，我还没走呢，你就开始捧这个废物的臭脚。北少，实在是抱歉，我看今日的择婿宴没必要再举行。我宣布林先生就是我白家的最佳家婿。啊，家婿？哈哈哈！可笑，这个废物泥腿子怎么可能拥有玲珑宝塔的至宝呢？师兄，这话是……我忘了，他的金丹是怎么来的？怎么，你想说玲珑塔是林凡偷的不成？这还不明显吗？这个废物泥腿子从哪儿得来的这极道地兵呢？没错，一定是你偷的。怎么会是我偷的？这都是我从家里面拿出来的呀。家里给的？你怎么不说你家是天地主呢？够了，我相信林先生绝不会骗人。姓白的，你什么意思？他不骗人，难道我骗人吗？你叫我什么？我敬你一声，叫你一声白老家。我不敬算什么东西？我李萧，萧宗首席大弟子，一人之下，万万人之上。你什么资格在这里给我装啊，混账！有东西你敢打我？紫霄宗虽为大夏第一宗，区区一个首席，在老夫面前敢口出狂言。你什么你？雪山，你好大的胆子！萧下山何时受过这等侮辱？师兄，这是……此乃白虎大人赠予我的咒符，我可随时与他联系。既然你们白家人不识好歹，那我只好请他老人家亲自来裁决了。哎哎哎，李少，有话好好说，有话好好说嘛。现在好，晚了。你们就都死吧！李少，千万要息怒啊！我刚才可没有替这帮废物说话呀。白虎大人呐，你千万替我说句好话，可不要迁怒于我。笨账！想出你这个胆小鬼的爸，这是把白家往火坑里推呀！要想死，我不拦着。反正我不想死。爸，你太冲动了。林先生在，万事无忧。你们死到临头了。何事唤我？正宫和乔有消息了吗？白虎大人，您来了。少主，怎么会在这儿？白虎大人，小人还在收集圣布和草，此次找您前来，是因为我抓住了偷您宝贝的罪犯。哦，白虎大人，就是他，就是他，偷走了您一堆金丹，这一堆金丹啊！连您的顶级至宝玲珑宝塔也被他偷走了，何等的嚣张，根本就没有把您放在眼里。完了完了，一切都完了，造孽啊！还有那白家人处处维护他，与他同罪啊！白虎大人，请您出手，让他们死无葬身之地。死无葬身之地的人是你吧？白虎大人，他不过就是林凡身边的一只小猫咪。
好姐姐，你怎么又犯病了？低调点，低调点。勾当包天，还有洪大人，上古四大神兽之一凌驾诸天，你竟敢将他比作一个小猫，还敢扬言白虎大人被这傻小子圈养在身边，不知道生熟不可辱吗？此罪不可宽恕，万死难赎。百灵，赶紧给白虎大人跪下磕头认错。我跪他受得起吗？你不讲礼数。白虎大人，此女被我白家教坏，还请您大人有大量。白琼玉，你未免也太高看自己了吧，因为轻飘飘一句道歉就能接过此事吗？就算是白虎大人答应，我们也不答应啊。我们也不答应。不答应。这些混蛋，我一句话没说呢，就把少主给得罪死了。这是，给我闭嘴！你为何？滚！给我滚！哦，我知道了，白虎大人，你一定是想好好折磨这俩，但场面过于血腥，不宜让我等观看。我等了，你能不能管？滚！都滚啊！滚！快来，快来，快走，快走！爸，没事，放心吧。都走了，咱们也走吧。不用。哎，你别过来，我练过啊！少主，他们都走了，你就别再演了。是我呀。我是你的小猫咪。哎呦，我不喜欢男人，这怎么回事？哎呀，他就是你家里那个小猫。他这么大一个人，他是只猫。他是个人，少主不愿意认我，完了，我不会被抛弃吧？哎呀，少主，我不要做流浪猫。再离我远点。我知道了。他一定是被那些人派来，为了逃避法律的制裁，故意算计我。这个神经病！你认不出他？我见都没见过他，我怎么会认出他呢？放心，这种事情我来解决。你站住，别动！我问你，那个白猫先生，你家在哪儿？这话是什么意思？难道他不想让我回家了？真要赶我走？少主，有您的地方就是我的家，我错了，不要赶我走啊！什么玩意儿？什么我在的地方就是你的家？我都不认识你。这样，白虎先生，你先冷静冷静，好好回忆回忆，你家在哪里？然后乖乖的回去啊！别过来啊！不是要赶我走，太好了！别动啊，别过来啊！走吧，太吓人了！别动啊，走走啊！想明白了，你故意不点破他的身份，是想暗中敲打他，以彰显你的威严。然后，这精神病还能传染吗？趁你中毒还不行，赶紧走，赶紧走！差点害得无家可归，都怪紫霄宗的那个混账！林凡白灵夺我苏家的封神器玉，这就是上天对你们的惩罚。只是可惜了，没能亲眼看见你们化成一滩血死。林霜，你是大机缘的人，日后一定能渡劫回生，破封神旨，再也不用跟那两个死人置气。人虽死了，这债还得接着还。白雪山，你贵为白氏家主，却屡次维护偏袒，该当何罪？是我的罪还不够格。白虎大人呢？不够。放肆！下犯上是想让白家灭族不成？有林先生在，白虎不能怎么样。好，听白家主的意思，那废物不仅没死，白虎大人还对他礼待有加不成？错了，你们嘴里的白虎大人应该在里面，对林先生俯首称臣。荒谬。白雪山，我看你闭关把脑袋闭坏了吧。看来今日之后，大夏四大长生家族
就只剩三家了吧？白氏家主白雪山不分尊卑，桀骜无礼，三番五次的对白虎大人四言厉语，当灭当灭族，当灭族，当灭族！他没死，白虎大人没杀他，这怎么可能？这正如白雪山所说的，这小子有什么了不起的身份，让白虎大人口吐金心不敢动手？一个山野村夫而已，能有什么身份？一定有其他原因。白虎大人呢？那个什么白虎他还在里边呢，太吓人了。贤侄啊，你和白灵，你们两个情投意合，择日不如撞日，我看今天就把证领了吧。爸，这么做是不是有些操之过急啊？白虎大人那边的事情没处理完呢。白虎大人那儿能怎么样？爷爷不是要先办婚宴吗？ 我没意见。哈哈哈哈，好，是爷爷着急了。爷爷去和林家的这个林老爷子去商量婚事。哎，好。白虎大人，你为何要轻易的放过那个废物啊？他可是盗了您的金丹，又拿了您的宝塔，还侮辱您，他罪该万死啊！是啊，白虎大人。你说什么？白虎大人，你为何要打我呢？打你需要理由吗？你的狗东西，不妨告诉我，你吃的金丹都是本圣兽拉的屎，说是猫屎，一点问题都没有。我吃的那些金丹，那些金丹都是屎啊！还有那玲珑塔，那可是极道地兵，实力莫测，曾是天地的兵器。你说是我的宝贝，你想让我死吗？林凡是天地，林先生的身份，岂是你能妄言揣测的？今后不准你再燃香拜了，否则要你见不到明天的太阳。李少，你没事吧？白虎大人出手也太重了吧！滚，滚开！老子让你扶我了吗？畜生，杂种，我何时受过此等大辱？极道地兵，白家。李少，这不是极道敌兵吗？怎么无法催动呢？庶子竟侮辱本君！谁在说话？什么鬼东西啊！是天地林凡！不！我是李少，我是李少！没想到这林凡真的是天地！这玲珑宝塔内封存着他的一缕恶念，如今已经与我融为一体了。一打天间巅峰，加上这个玲珑宝塔，我世界谁能阻我？谁能阻我？
林老家主，邀您过来是为了商量两家婚宴的事，您看。哎呀，尽快吧，大计将至，不宜拖延。好，好，我马上安排。不好，玲珑塔禁制被破。放下玲珑塔，饶你不死，就别砍我。你融合了天地恶念，算有点。李潇，弟子，别砍这五十一名会。白雪山，本帝今日不会动手，等本帝重归帝位后，之前的账一笔。李老家主，这饶我点儿，走。师兄，人都带来。今日召见你们。召见李潇，你以为自己是紫霄宗首席弟子，敢凌驾我金家之上吗？区区金家，我还没有放肆。叫你来是给你面子，别给脸不要脸。放肆！就算你爹来了，也不敢这样跟我说话，算什么东西？几道地兵，上古玲珑宝塔。不错，现在你还有意见吗？没有，是我有眼无珠，冒犯了李少，还望李少责罚。三日后，我将举行帝规宴，届时重开凌霄宝殿，一你等都要到观礼跪，明白吗？啊！恭迎天地归位，与诸天地一统三界，镇压万古。哎呦，凡儿，天地恶念已摆脱封印，三界岌岌可危，只有你能力挽狂澜了。爷爷，你在说什么呢？事到如今，爷爷也不瞒你了。其实，你就是天地。又来？爷爷，这些什么天不天地的？哎呀，您别跟我开玩笑。哎呦，少爷，老爷没骗你，您的真实身份其实是三界至高无上的天帝。如今三界遭遇危机，您只有恢复记忆与实力才能化解。我说我爷爷老年痴呆了，你也跟着犯糊涂？不是什么神啊鬼啊的，相信科学，这世界上不可能有这些东西的存在吗？凡儿啊，爷爷交给我吧，我有办法说服他。好，老爷您服药的时间到了。你不会被爷爷给骗了吧？当然没有。不过李潇偷了你送我的玲珑塔，这事儿你不会不管吧？啊？那可是我们的定情信物。管，必须得管。我不管他是什么神了，什么鬼了。哼，你愿意去了？姐，你看废物带着他片头来了，侥幸从白虎大人的手中逃得一命也就罢了，还敢来打扰李少的帝规宴，简直不知死活。他就是白家的天骄之女白灵，据说李少对他颇为忠义，他却跟在一个平凡人屁股后面。白家有眼无珠，在之前的择婿宴上大肆吹捧这个凡人，拒绝了李少的提亲，今日来说不定就是要当场杀了这个庶子来讨好李尚。想借此平息天地的怒火，痴心妄想。吉时已到，帝规宴开始。今日本帝归位，重开凌霄宝殿，尔等还不跪下？天帝，李尚不是紫霄宗首席弟子吗？是啊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各位，
我师兄手握极道地兵玲珑塔，此物非天地不可持有，还不明白吗？消失三千年之久的极道地兵玲珑塔是玲珑塔无疑，李少真是天地转世。我慕容一族恭迎天地归位。东方一族恭迎天地归位。恭迎天地归位。恭迎天地归位。哈哈哈哈哈！起来吧。天地归位，可笑！他不过就是个小偷，跪他，你们丢不丢脸？就是，什么脸？你们两个别冲动，这李潇既能催动玲珑塔，这东西怕是不好要回来。没事儿，小姑，有林凡在，没一般。行了，别这么急，我压力太大。慕容家主，这白家不是来求饶道歉，好像是上门问罪。白灵，李少，你掌控玲珑宝塔，便可证明是天地转世无比，怎么能用偷这一字呢？这明明是物归原主啊！不知道用的什么歪门邪道，催动了玲珑塔而已，还天地转世，太配啊！李少精彩艳艳，年纪轻轻便镇压一代，他不是天地转世，难不成是你吗？我啊，当然不是。你该不会是想说？那个废物才是天帝，你扯我干什么？他也不是，怎么了？不敢说大话吧？他乃天帝本尊，何谈转世儿子？这个废物在我们苏家封神的时候就疯疯癫癫的，没想到现在越来越严重，就他连李少的一根头发丝都比不上，还天帝本尊，简直贻笑大方。姐，俗话说得好，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嘛。他要不是精神病，怎么可能看得上林凡那个废物？我不管你是真疯还是假傻，今天是我师兄的帝归宴，在此出言不逊，是对我师兄是对天地的冒犯和亵渎，罪不可恕。老夫恳请帝君出手，诛杀这两位十恶不赦之徒，以彰显天地威严，不可亵渎。恳请天地出手，诛杀恶贼。请天地出手，诛杀恶贼。诛杀恶贼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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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杀他脏了我的手！来人！他的灵气波动，他们全是地界的强者。这些都是我紫霄宗的核心，凌天卫身穿玄阶宝衣。手握地阶青龙刀，这么多人，就算是天阶巅峰来了也都抵挡不住。林凡，看到了吗？这就是真正的权力威望，一声令下就有无数人为其浴血奋战，你能死在这种顶尖的力量之下，是你这辈子最大的荣幸。这紫霄宗还真是下血本了，连家底都掏给你了。两位上路吧。这些人看起来凶神恶煞的，不会是什么黑社会组织吧？你也太小瞧他们了，这些都是刀山怀里面爬出来的，这么多人我可打不过。我也打不过，那怎么办？咱们报警吧。这不还有你呢吗？我不行了。林先生，等报警我们尸体都臭了。这样，你们先走，我断后。今天一个也别想走。动手，格杀！住手！谁敢动我家少主？老王，你什么时候这么厉害？你王叔可不一般呐！这人谁呀、啊？竟能一拳震飞凌天卫，灵气波动浩瀚无比，至少是天阶巅峰强者。是，他不是林凡家那个扫地的胖子吗？难怪林凡一直有恃无恐，原来背后有这种顶级高手。大惊小怪，不过是待见的蝼蚁罢了。师兄出手，他死定了。杀我凌天卫，谁当何罪啊？杀便杀了，你能如何？我要尘飞破散。我乃上古八大神将之一，如何伤我？我大夏竟有如此人物？王叔名头这么大呢？放心，有老王在，肯定能将这些犯罪分子绳之以法。八大上古神将之一，
姓这什么狗屁神将，土鸡瓦狗，根本不值一提。有玲珑塔的加持，他的实力已经逼近仙人之境。这么厉害啊！不好，林凡，你怕也打不过他。我从来没说过打得过他。林凡，你的狗奴才已经被我打得口吐鲜血了，你还在这里游动，看来你也没本地想象中的那么强嘛。真想骂他，玲珑塔中他的实力竟然这么厉害。小姑，你带着爷爷和林凡先走。不行，你是我白家的天之娇女，要留也是我留下来。拜托，现在实力又没我强，听我的好吗？我是你小姑。够了，当地不存在吗？今天谁也别想走。不用走，我有办法对付他。啥呀？凡儿，玲珑塔专门的法宝口诀，跟着我念便可将玲珑塔抢过来。真的假的？这么玄乎？哎呀，别多嘴，跟着爷爷念。凡儿，跟我念，用榴莲和苹果砸头，哪个疼啊？这是小孩子的脑筋急转弯吗？师兄，他们呀，估计是被吓傻了，慌不择言，都开始说胡话了呀！你快说呀！榴莲疼。不对，用榴莲和苹果砸头。哪个疼？苹果疼。你傻呀，爷爷让你跟着念，没让你回答。哦，用榴莲和苹果砸头，哪个疼？什么乱七八糟的法术，有用吗？看来你们翻盘无望了，那本帝亲手送你们上路。我眼花了，玲珑塔真的朝那个废物飞去了。哎呀，一个凡夫俗子念的脑筋急转弯有啥用？玲珑塔只能是本地的。林凡，快把玲珑塔抢回来！玲珑塔碎了，其本源被凌霄宝殿给吸收了。重开凌霄宝殿的良机，凡儿还不快上去！凌霄宝殿是本地的。成功了。林凡，你和这个贱人就等死吧。不好，你跟林凡先走。别急。李少不是天地转世吗？这怎么失败了？难道李少的境界修为还不足，无法支撑凌霄宝殿的全部开启？一定是这样，凌霄宝殿都已经发出了光辉，这肯定是天地转世无疑啊！没错，你恢复修为，也能重开宝殿。还往自己脸上贴金呢？这凌霄宝殿世间只有一人能够开启，那便是李凡。姑奶奶，你小声点。他也配？一试便知。林凡记忆残缺，也没有恢复天地真身，不可能开启这凌霄宝殿。他若逆天而行，只能是魂飞魄散的下场。哼！李少，还跟他废什么话？直接把他杀死得了。好，那我就给你们一个机会。来吧。啊？还是算了吧。不用不用。算什么算啊？狗头。喂，你。一个窝囊废。也妄想重开凌霄宝殿，也不知道哪来的自信。运行法力啊？什么法力？什么是法力啊？一个连法力都不知道的废物，还妄想开启凌霄宝殿？哼！闭嘴！睁开你的狗眼，好好瞧着。少爷，你是忘了吗？这凌霄宝殿得滴血啊！对对对，得滴血。林凡本来就是天敌。惊险内必定蕴含巨大能量，开启凌霄宝殿易如反掌。我不行啊，我晕血啊。这开飞机。天星光汇聚，凌霄宝殿重启。那是地座地剑。我们来到凌霄宝殿了。是啊，姐，陆林凡真是天帝，这怎么可能？不
时间的，你是幻象，幻象！想不到林先生的身份如此了得，这戏法好厉害啊！这不是戏法，这是你的宫殿，凌霄宝殿。就说胡话！重开宝殿又如何？只有登上帝位，我依旧是帝君。痴心妄想，除了天帝外，无论谁敢靠近帝座，都会被众生之力压成肉泥。那岂不是逼死无疑？放肆！我师兄那天地转世，又是仙人之境，怎么可能坐不上天地宝座？不错，我本来就是天地，我想做自然就能做。恭喜师兄重归地位，突破桎梏，踏足仙境。恭喜师兄重归地位，踏足仙境。恭喜陛下回归地位，突破桎梏，踏足仙境。你们就好好珍惜这剩余的时光吧，因为不久啊，你们将命不久矣。情况不妙啊！看出来了，现在怎么办？邱少吗？迟了，他们已经杀进女儿后宫，怎么可能放过我们？为什么好多人莫名其妙就要搞我呀？因为你是天帝，所以你逃不掉，无论怎么样都逃不掉。就算没有李潇，也会有王潇、张潇，他们一样会找到你，然后杀了你，取而代之，成为天帝。这太玄乎了，范儿，这次就靠你了，拔出地剑，恢复记忆，诛杀这些人。我是帝君，帝剑只有我能拔，至于你们，死。小心！这是天剑祸种，快拔剑！众生之力压不死你。众生之力不过如此。李少果然厉害，你天地宝座只有三步了。废物！普天之下谁能及？不是还有三步吗？我为你高兴得太早了。区区三步，你何惧啊？还有两步，小心被压死哦！绝不可能！你啊，赶紧滚回来吧，说不定还能留一条命。我只要坐上去，我就能统治三界，镇压万古。你们何话可说？你若坐下，三界因果加深，你必死无疑。是吗？好强的力量，我要重归地位了，仙境了。绝不能让他恢复记忆，还不住手！啊，怎么回事啊？拔不出来？吃奶的劲儿都使了。你竟然试图用蛮力拔开地剑，给你一辈子时间都拔不出来。我还以为你能掀起什么波澜，连剑都拔不出来。帝君，非我莫属，我要你们死！帝君，爷爷，凡儿，摒弃杂念，拔出地剑，方解此局，不然我们都得死。哪有那么便宜？你不是想让他拔剑吗？我满足你，看他能拔多久，那就取决你吧。爷爷，拔剑，这违背天道法则，吸取圣灵之力。你不怕遭天谴吗？天，我就是天。你不是很爱那个废物吗？怎么不说话了？一凡，一定要拔出剑来。少爷怕是拔不出剑了，你找机会带着先走，我来顶住他们。李潇，我来。啊，你来替他挡，你不会是也喜欢他吧？跟你主任抢女人啊！你啊，蝼蚁，没有资格反抗，放开他！好啊！
生气了。别着急，后续还在后头。快跑，我挡住他。还想跑？冰儿，快！冰儿，你恢复记忆了。你先休息。姐，我来陪你。这不可能，这不可能！我错了，我不该受坏人的蛊惑。请天帝饶我一命，饶我一命吧！我也知道错了，假的，这都是幻象。天帝，你登上宝座，偷一三界，我镇压万古。我才是天帝，我才是天帝，我才是天帝，还我帝天来！你是天帝，那我是谁？跪下！那我一脸邪念，你是谁在哪？啊！啊！有人出现过，天地失守，你现在全完了。我操！我操！我不会杀你。我下地狱！啊！啊！假的，全都是假的。如果他是天帝，他怎么可能住在深山老林中？应该去找一处洞天福地才对，又怎么可能跟我们打交道？不是应该挥挥手就把我们杀死才对？闭嘴！贱人，他是假的，能拔出定剑吗？要不是因为你，我怎么可能等着你？逆天帝，我杀了你！够了！逆天帝，您吩咐，但我不从啊！我知道你是觉得杀了他不解气。我杀了他之后，我就把苏家一起覆灭，绝对不放过任何一个人。我错，我永远不是泰山。求求你，饶我一命，饶我一命。算了，你的世界本来就与我无关，至于退不退婚，我也无所谓。那我之前做的事情又算什么呢？在你眼中，我就是一只跳梁小丑吗？可笑，真是可笑！我就是一只跳梁小丑。带他走吧。可笑，跳梁小丑！兰儿，你如今恢复记忆，也该肩负起自己的责任了。还要明白。一起吗？我也可以。当然。臣等参见天帝，参见娘娘。